你这是强买强卖啊！这样的股份转让，中义堂不会答应。你们以为你们做的这些，我们不知道吗？啊！中义堂好不好惹，你应该清楚啊！哼，龙彪，胆大包天了吧？你们回去吧。这里你说了不算。 我们龙哥可是这边的大股东，至于你说的那些是血口喷人，号称为天津老大的忠义堂，竟然会赖账。我说你啊，还是让龙彪自己来，这个码头是我们的，在这儿油嘴滑舌，不好使。我没有胡搅蛮缠，白纸黑字在我手上，赖账的可是你们忠义堂。白纸黑字是怎么来的？你回去告诉龙彪。 他要是不懂规矩，让他来找我，我来教教他。啊，你们回去吧。我可不走，我们是这边的大股东，要走的是你们忠义堂。再不走，我们可要不客气了。啊，鹏飞啊，你以为你占理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你那张废纸啊，拿着它进不了码头半步。 你问问龙彪敢不敢带着股东去见四爷？想说啊，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。至于龙彪，你们掌柜之间的事情我不清楚，我今天是来收码头的，我今天是不会走的。你呀，出去看看再说话。 鹏飞，你们这些小一辈的。 想仰仗着日本人霸占天津啊，卖身求荣，那是没好下场的。好啊，祥叔，你够狠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如果要是再来冒犯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如果你再来我们忠义堂的地盘。 可就没那么容易走了。哼，走着瞧，走，滚吧！混蛋！你以为买了股权就能降服唐志远？头脑简单。我知道，在下办事不力。可是加藤先生，我手里没枪，真是打不过忠义堂啊。 这个我想办法。你马上召集人，尽快给我拿下码头。我明白，只要有枪，我拼了命也要把码头给抢回来。嗯。哎呀，宝芝，哎呦，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如果我能天天吃嫂子做的面，让我少活十年我也愿意，是不是哥？就你这熊样，天天就知道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哎，我们家这翠儿面做的好不好吃？好了，赶快趁热吃吧啊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哎，你也赶紧吃啊。嗯。翠儿，我现在在吴邦，越来越受重视。嗯。等过两天，我请几个人。 让你也过上好日子啊！黑爸，我相信自己的眼光，你能行。哎，没吃饱。狗剩儿，要不你吃我这碗吧？好，反正我也不饿。还是你吃吧，嫂子。行行行，你吃吧，我跟翠儿吃一碗。嗯。 烫烫，不烫，不烫。来一口。你，嫂子，我从来就没见我哥这么温柔过，是不是哥？面都冻上，你走。妹妹，哎，妹妹，乖乖，乖乖来来来，你怎么找到这儿了？啊？哥，他们是。
你叫嫂子，这是我好兄弟狗剩。狗剩，狗剩。狗剩哥，嫂子。哎，妹子还没吃饭呢吧？我去给你弄完面条，等一会儿啊。哎，快点啊！哎，哥，那个，你妹子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！这，秀，我跟你说，你不在这几天，你哥是天天念叨你。我哥，我嫂，麻烦你了。哎，哪儿的话呀，见外了。这么着，你们两个先聊，我去给你弄口水啊。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？啊？你知不知道我都快急死了？啊？有这么办事，这不胡闹吗？谁胡闹了？你不说自己干的什么事儿？你手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受点小伤。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了，哥？秀儿，哥没事。你看，哥这不什么都不耽误吗？秀儿，告诉哥，你最近去哪儿待着了？我去亲戚家住了一阵子。你这回回来，答应哥哪儿都不许去，哥养得起你，知道吗？秀儿，怎么了，秀儿？别哭，别哭，别哭啊！是外面有人欺负你了吗？啊！你告诉哥啊！哥，我挺好的。我这次回来不走了。哥，我不要你养我，我自己能养活自己。哥，你别再冒险了，你别再让我为你担心了，行吗？哎呀，你们兄妹俩一见面就有这么多话要聊啊！哎呦，快吃饭吧啊！来，七儿，吃饭。他们快装完出发了，我们提前到拦截地点，你在这里继续监视，如果他们换了别的路线，好，以最快的速度通知我们。李副官，我这里没什么事儿，你们都下去吧。你们要保护好大小姐。是是。有什么可保护的？你们去保护那个神经兮兮的陈先生吧，反正我一会儿也要出去，他们在这安窗帘，我也没什么事。走吧。小星，请出示证件。好，走吧。哎，站住！你们干什么呢？老总，我们是换窗帘的。啊，他们进去装。走吧。大小姐，换窗帘的人来了。你们两个一会儿可要给我量仔细了。是是。李副官。大小姐，这里没事了，你们下去吧。好，走吧。哎，往上往上，左边左边走左边，好好，可以了。
站住！哎，干什么？不许靠近这边！啊，对不住老总，你看那边还有好几个房子都没挂窗帘，怎么就挂一个呀？把那些都挂上，让我们多做点生意嘛！哪来这么多废话？赶快去开工！哎，挂着吧。啊。喂。啊，加藤君啊，我这儿没有什么问题，晚上见。陈先生，您对今天的保卫措施满意吗？哦，没事儿，就是过来陪您。等那边干活的工人做完了，我就离开。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老总，老总。我不小心摔倒了，啊！怎么回事？长官，这个笨蛋把灯给弄坏了，还弄伤了手。娘的，怎么搞成这个样子？老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摔了一下。您看，您这东西这么值钱，我也赔不起啊。您别生气。行了，行，行了，赶紧把人弄好，赶紧走。哎，是是。哎，老总啊，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梯子呀？有点太高了，我们够不着。自己想办法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行，那我们再想想办法啊。陈先生，哎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叫？是隔壁大小姐请的工人受伤了。什么？马上让他们出去。陈先生，这大小姐请的工人，我不好让他们走啊，就是让他们换个窗帘，很简单的。愚蠢！我住的地方不许任何人进来，知道吗？这是你们韩司令的命令，你现在是在抗命，知道吗？我命令你，马上把他们赶出去。是。等等，把警卫都给我留下，你派人把他们赶出去。是。这次费了那么大的功夫，还是没有除掉这个汉奸。这个陈伯康十分小心谨慎，我们无法下手啊。这次行动，我们没有失败。聂生处理果断，我们没有暴露，所以我们还有机会。下一步我们就是把营救苏联专家和除奸行动一同实施。我去见了我哥，他现在和一个叫龙彪的人在一起，听说这个龙彪想要抢占天津码头。哼，一定是和雾凇计划有关的。哼，看来这个加藤是不惜血本了。我想和我爹聊一聊，多了解一些情况。你爹和日本人势不两立，很有民族气节，不过要提醒他一定要提防日本人暗算呢。嗯。接到上边的指令，现在日本人正在天津实施一个叫雾凇计划的秘密行动，说白了吧，就是要在天津建立兵工厂，为入侵华东做准备。那战事马上要开了，上边的意思是命令我们现在不要轻举妄动，不要干扰，也不要破坏。等他们这个兵工厂建成以后，我们再想办法控制和利用。没想到啊，上峰给我们这个指示，我们竟然把一个麻烦变成一个宝。只是得提防那个陈先生，他可不是日本人，是伪满汉奸。哼，怕什么，反正他就要回满洲了，这几天先稳住他，过两天我唱堂会，我还要大大方方的请他过来，我要让他听听。是是。
许你胡来。哟，这不黑爷吗？走上楼，我给你找俩漂亮姑娘啊，楼上请。这儿去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以后这个厂子就是我们五湖帮的了。黑娃，你竟然送死送到这儿来了，你来得好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嗯，哎呦，你看看你看看啊，大家都是自家兄弟啊，哪来的那么大脾气啊，都消消气消消气啊。你也不看看你手下这几块料。刘大鹏，咱们呢毕竟是算兄弟一场，所以我今天我不想打打杀杀，你要是知趣的话马上离开这里，回去告诉唐四爷，我不想跟忠义堂作对，但是这个厂子一定是我们五湖帮的。住手！黑娃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怎么能这么做？你对得起自己良心吗？你如果是个男人，你给我出去！今天这件事呢，我不想你插手，毕竟不是咱们个人的恩怨，你一边去吧。黑娃，我真的看错人了。当初你在天津街头流浪的时候，那可是我们忠义堂收容了你。刘大鹏，别他娘拿那些旧黄历跟我算旧账行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欠忠义堂的。哼，怎么着？你们想拿那一点施舍，让我当一辈子流浪汉呢？啊？黑哥，别跟他们废话，不给咱们，咱们砸场子。你们敢？黑娃，如果你今天真的敢这么做，我就跟你拼了。怎么样，小叔，想不到吧？今天走的人是你了，荣彪，你这是在天津卫热众怒啊，你应该知道后果。哼，想说咱俩也算是老熟人了吧，麻烦你回去跟唐老四说一声，我这个不是抢不是夺，我是行使股东权利。龙彪啊，真有你的啊！我们的人马上就过来，你们不就多了几条枪吗？啊！祥叔，你的人来不了了，夜总会已经是我的了，明天开始我就是这里的新主人了。识相的赶紧回去给唐老四报个信儿。你，嗯，你没事吧？不用你管。来人，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，找最好的医生。不用，你打死我吧。别浩，我能让你死吗？大鹏已经让我送回忠义堂，你们可以说我黑娃无情无义，但我真的不愿与忠义堂有血仇。你回去告诉四爷，就说我就是想混出个人样来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你就这么混？你这是在给日本人当帮凶？你在我死路上混？把他送回忠义堂。是是。你们放开我！黑娃，黑娃，我们不能就这么被别人欺负了，我要亲手宰了黑娃那个混蛋。这龙彪就是个王八蛋，还有这个东洋鬼子加藤，要把他碎尸万段。对，四叔，要把他碎尸万段。他们有枪，而且下手又狠，
正面冲突，我们肯定占不了便宜。四爷，您想什么呢？加藤这么迫不及待的让龙彪跟忠义堂斗，只是想置我们于死地吗？下一步他会干什么呢？黑娃这个背信弃义的小子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造孽！老四，你有什么事需要我的，我来顶着。多谢三哥了。好了，不说了。二位兄弟下去养伤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天塌不了。去吧去吧。哎，放心吧啊。嗯。相叔，啊，这是一场硬仗，我们要想个万全之策。硬拼肯定不是个办法。四爷，您想怎么办？咱们忠义堂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相叔，你把一本堂和兴邦的两位掌柜的叫到我这儿来。司令，听说昨晚上码头上枪声大作，五湖帮和忠义堂干起来了，还把忠义堂的码头给抢了。哼，狗咬狗的勾当。你说唐老四吃那么大亏，这事儿能这么就完了吗？你看着吧，后头还有热闹看呢。这回啊，警察局算是有事儿干了。五湖帮的胆子也太大了，您说他手上的枪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这一切都是那个加藤在后边搞的鬼。要是没这个加藤，他们能这么闹吗？我就说这个龙彪做事不动脑子，简直就是个笨蛋。你说他为了这点小利投靠了这个加藤，天津堂口那帮人就能放过他吗？啊，你等着吧，后边还有热闹呢。司令，还是你有远见呢。其实现在这帮人我倒是不担心，我想的最多的还是这个加藤。你说这个加藤费尽心思的抢占码头，其背后肯定有更深的目的。嗯，这样吧，你呢这几天就去把他的情况给我摸清楚。是。哦，那陈伯康干嘛呢？足不出户，每天不是打电话就是会见加藤。哼，我每天都去。司令，四处都是咱们的耳目，您就放心吧，让他们折腾吧，咱们坐收渔利。明白。这次啊，腾飞、黑娃都立了大功了。哎，特别是黑娃，看见忠义堂啊，是真不含糊。好，像咱们五湖帮的人，来来来，走走走。谢大哥，还得靠龙哥提携。您放心，黑娃肯定会尽力的。哼，咱们这下家大业大了，码头、歌舞厅全在咱们手里。码头你也不用去了，这场子我告诉你啊，啊，黑娃，谁敢来捣乱砸场子，毫不客气，啊！咱现在手里有硬货，啊，跟谁都不用低头啊，龙哥。你放心，这个厂子我一定给你看好。这儿原来是忠义堂的聚宝盆，以后啊，我让它变成咱们五湖帮的钱匣子。好。哼，这么胆大妄为的行为也做得出来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。他和日本人勾结已久，这是自寻死路啊。五湖帮现在是嚣张得很啊，可他们有日本人给他派枪，硬拼我们一定会吃亏。请你们二位来，就是想商量商量，从长计议。确实不要硬拼，人家手里有硬家伙，不要白白送死啊。此言极是。如果我要让龙彪自乱阵脚呢？哎，这个办法不错，但手段上
要看四爷怎么想。龙彪这个人，做任何事情都是不择手段，为了出头，跟日本人合作，更是犯了江湖大忌。可他的手下，一定有很多人不愿意跟着他干。如果我们能说服他们，五湖帮一定会土崩瓦解。光有几条破枪，又有什么用？还是四爷深谋远虑啊。从哪儿下手呢？韩司令，你们二位要帮我做件事情。爹，爹，你没事吧？我听说码头出事了。爹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怎么了？是不是旧伤又复发了？没事儿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哎，怎么把你也惊动了？报社的工作不是很忙吗？爹，最近麻烦事很多，你啊，还是少回家比较好。爹，你年纪越来越大，女儿不求别的，只要你平安，我就心安了。怕什么？你爹还能怕几个小毛贼吗？我在天津混了几十年，光明磊落，不怕有人来捣乱。爹，你最近还是不要出门了。你越怕他们，他们就越猖狂，我绝不能善罢甘休，更不能让日本人在我们的地盘上胡作非为。爹，这不是怕，这是用方法。你现在一定要沉住气，我有很多朋友都痛恨日本人，只要是对付日本人的事，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们的。闺女真是长大了，能帮你爹动脑筋了。放心吧，爹还应付得了。爹，只要是对付日本人，我跟你永远站在一起。哎，那可不行，一个女孩子不要参与这种事啊。你能有时间回家多陪陪爹，爹就心满意足了。爹，放心吧，我会常回来看你的。黑娃的夜总会开张了，这个码头才是我最想要的。把这给我看好了。大哥，你就放心吧，你就等着数钱吧。最近呢，你得小心中一堂报复，不要离开码头。出去要带上人，带上枪，知道吗？谢谢大哥的厚爱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这个码头。五湖帮兴旺发达了，鹏飞，你是首功之臣。知道，谢谢大哥。万丽，你可算是这里的老人了，轻车熟路啊。如今我当家还得靠你啊，一定给我好好干啊。哎呦，黑爷，您这话说的不就见外了吗？咱可是老熟人了，是吧，黑爷？再说了，我曼丽呀，就是个操劳的命，我这一天不忙活忙活的话，我这心里痒着呢。再说咱这新掌柜的是咱自家人吗？我能不早点把咱这自家生意弄得红红火火的吗？是吧，黑爷？行，曼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，干好了红包加倍啊。谢谢黑爷。看把姐姐美的，黑娃可是个言出必行的人，姐姐以后干得好啊，这红包肯定少不了你的。看妹子说的呀，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哎，谁不知道黑爷是什么为人呢？再说了，咱自家的妹妹现在不都快成老板娘了吗？姐姐心里踏实。看姐姐这话说的，这当不当老板娘啊是件小事儿，以后啊黑娃的生意还要多倚仗姐姐帮忙呢。翠儿，这话说对了，以后你们俩还真得像姐妹一样。翠儿，有什么事听姐的。
武生，嗯，以后别在外边瞎混了，没事就到我这儿来帮帮忙，啊？哥，好是好，就是我就是怕干不好。怎么有可能呢？不有我呢吗？来来来，喝一杯。哎，曼丽，嗯，我想让这个生意啊能够早一点开张，然后想把这个生意扩大。那黑爷，你有什么好想法呀？给张公公倒上，给张公公倒上。嗯，真是好酒啊！我都25年了，没这么畅饮过。孔老板，来来来，满上满上。来来来，快满上。来吃。贤侄啊，嗯，这次天津之行能与你相识，我真是三生有幸啊。哪里，那是贤侄的福分呐。两位前辈，这次入京是为何事啊？云松图。云松图？嗯。哦，我好像听说过。哎，不过听说那是江湖传说，不可信呢。的确是传说，但这云松图是确有其事。真的？即便宝藏确实存在，但是与传说中的是否相同，这事儿就难以考证了。但是日本人却认真的不得了啊！我等正为此事苦无眉目而烦恼啊！来来来来，既然两位前辈公事在身，那我就不便久留。哎，你们两个好好照顾公公啊！哎，我先告辞了。好，何必这么急呀？今天咱们是不醉不归。好，那我今天就陪二位前辈不醉不归。好，来来干一个，干一个，干了。来，跟我来啊！小心，哎，慢点，都搬这边来。好，好，放这儿，放这儿，轻点啊，放点这边。黑爷。他们搬的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今儿就你一个人，翠儿没跟来？没来。今天啊，你来就行了。来，过来一下。哼，什么事儿啊，黑爷，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？嗯。这就是咱们赚钱的秘方。大烟。嗯，醒醒醒醒醒醒醒，来呀，再喝嘛，来再喝一杯啊，醒醒啊，公公，舒服。你们两个今天干得不错，我一会儿出去一下，你们俩好好照顾二位公公。25年了，没这么高兴。这个是你们的赏钱。谢了，孔老板。谢谢孔老板。还有这么多人陪着。四爷，哎，我最近好像很少见到你，忙什么呢？哼，你公务繁忙，我怎敢打扰啊？嗨，安司令，我，咱们说话不兜圈子。最近天津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应该听说了吧？我知道，好像最近你们堂口之间闹了点冲突，我正想问你呢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就知道韩司令猜得到。所以登门请教啊。唐老四啊，咱俩呢也有些交情，
也算是朋友。如果要是你私人的事，你放心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韩某一定帮忙。不过，要是你们堂口之间的事，恐怕这些事我不便参与。韩司令过虑了，我这个码头啊，现在是众矢之的，日本人一直想暗度陈仓，占为己有，如今干脆给五湖帮提供枪支弹药，已经是明抢了。那你觉得我能帮上你什么呢？小事一桩，借几套警备司令部的行头，我演一出戏。哼，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你们堂口之间的事，我不参与。哈哈，韩司令不用着急，我说的是借，有借就有还，出了事儿，唐纪元一个人顶着。你要借什么？50套军服，干什么用？有了这些行头，我的人就能顺利进入码头了。到时候韩司令就说军械库丢了物资，我呢就说是黑市上买的。哼，唐老四啊，可真有你的。你这么做，你让我怎么收场？韩司令不用收场，我会把丢失的军服如数奉还。如果你找军械库的人承担责任，那我就把银票直接交到他手上，保证他衣锦还乡。你觉得这个事情我会帮你吗？天津不接受跟日本人勾结的帮会。再说了，您是司令，日本人要是得到了码头，您也不方便。我想韩司令不想和各帮会的人树敌吧？如果我把码头夺回来，那天津卫大大小小所有的堂口都会感谢韩司令的雪中送炭。要我看这事这样，今天呢我就当你没来过。既然你没有来过这儿嘛，那肯定你也没有跟我说过这些话。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呢，就当做我什么都没听到，你觉得呢？行，那就算我欠韩司令一个人情。云松图的关键所在还是没办法解决吗？这个人找不到，确实无法下手。加藤先生，你找到线索了吗？我正在想办法，此人诡计多端，又身怀武功，一直还没有下落。不过我迟早会找到他的。事情到如此地步，只剩下一层窗户纸了，这个人至关重要啊。你们先安心在这儿休养几日，我近日就会给你们答案。这次的反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要一下子打垮五湖帮，除掉龙标这个畜生。四爷，那黑娃的豪门夜总会怎么办？黑娃毕竟没有向自己人下手，放他一马吧。我看黑娃这小子就是穷怕了，他为了在天津卫这个江湖上闯荡，不惜离开忠义堂自断两指。哼，心里还算装着那么点情谊，我得去会会他。哎，念生啊，来得正好。四叔，三叔。念生，来坐。来坐。又听到什么事情了吧？啊，现在日本人利用堂口抢夺咱们的码头，四叔你一定不要贸然行动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周密的阴谋。三哥，真让你说对了啊！听听这孩子的语气，能当大当家的了。好，四叔听你的。年生啊，你不用担心我们几个啊，自己凡事留点神，有什么事就来找你师叔啊，别老让我闲着。嗯。我去看了四叔，看到他胸有成竹的样子，放心了不少。这次日本人指使龙标抢走码头，看来他们的雾凇计划也迫在眉睫了。你说的对，他们出手太突然了。
如果不是时间紧迫，加藤也不会迫不及待。长这么大，我还是第一次为爸爸担心。四叔什么事情都遇见过了，我相信他会扭转局面的。如果他需要我，我会义无反顾地帮助他。谢谢你，年生。不过你要对组织负责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我知道。